所有故事里有你的画面，还有很多未完待续的心愿，你的心愿，期待你的期待被听见，期待你的愿望会实现，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刚才第四小节进入的时候我柔和一些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你干嘛才对吧？你都玩了两个小时游戏了，你现在不练习什么时候练习啊？输了以后吗？去一个校内比赛，他第一又不参加，我第二还能输吗？那万一全校第一要参加呢？以我对穆流年性格的了解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参加这种比赛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到饭点了，想吃烤鱼还是烤肉啊？哟，这哥们谁啊？弹得挺好啊。两人弹琴就是参加比赛了，说不定人家只是谈情说爱呢。哟，我说错话了。不过心上人有了女朋友，比参加比赛对你打击更大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早就不喜欢他了。哦。哎，默默等我一下，不是要吃饭的吗？想吃什么？那我要吃水煮鱼。想吃什么都行，我请。那必须的。楚墨，有一个天大的坏消息，你千万要做好心理准备啊！名单公布了，莫以然和穆流年组队参赛。哎，这不是坏事啊！你想，说明这穆流年是个单身狗，对吧？这怎么能是坏消息呢？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，是吧，木木？哎，木木，你昏了，食堂在这边呢。哎。现在全校第一都要参加比赛了，作为全校第二的你，你还吃得下饭吗？哼！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人，默默。哎，杨初墨就连饭都不吃了，你说还有什么事儿是他干不出来的？你摊上事儿，你摊上大事儿。啊？哎，行了，默默，你等我一下，默默，还没吃饭呢，我请你吃饭。就算明天一切会改变，就算从此告别说再见，就算终究会淡忘美好的瞬间，至少还有未完待续的眷恋，总会改变。
放心吧，我还有终极秘密武器。真的？什么？就是你。我？36级，攻心为上。你知道木流年最讨厌什么吗？低劣的演奏。哎，就是你今晚就跟他表白，他保证明天没有心情参加比赛。你欠打是不是？有你这么羞辱人的吗？我这哪是羞辱人啊，我这说明你在他心中有分量，有存在感。哎，痛快点，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去就去，不就是再被羞辱一次吗？哎，等会儿，哎呀，我说打游戏还带装备呢，你就打算这么空手套白狼？那你有什么高见呀？咱们就来一个简单粗暴。我一直都很简单粗暴啊。你那简单粗暴那是无脑上，我的简单粗暴那是有计划有预谋的，还有那看似不经意间的美好。他就是你要帮的人。怎么了？看到竞争对手紧张了？那希望他穿着合身吧。谢谢啊。你要是再这么看着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还怕你对我客气呢。哎，你刚才跟莫以然说什么了？我好歹也是把妹界的扛把子，还真没见过你这么坑的妹子，待不动啊。不过我再不使出点手段的话，我头都要被锤爆了。所以啊，我用了一招攻心计。什么攻心计啊？我这种王者操作，你这种青铜玩家是学不会的。你可拉倒吧，肯定又是什么馊主意。行了行了，接着把衣服换了。你能不能不要笑了？不是我想笑，关键是你太美了。哎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别这样啊。主要是你跟别的姑娘不一样，不按套路出牌。卡哇伊。哎，别笑别笑了，他来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你快藏起来。我藏哪儿了？藏哎，你看那边。谁啊？是我，杨初墨。你刚才啊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。哦，大晚上的干嘛呢？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愿意吗？谢谢你的气球，那这次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正式交往。
洗了，热水公司调试设备，今晚十点之前没有热水，除非你喜欢洗凉的。去哪儿啊？洗澡。早点回来，本来琴棋就不如我，别输得太难看。兄弟，杨之墨，你干嘛呢？杨之墨，杨之墨，我们木流年就是比罗子家优秀，我们罗子家最帅。赶紧拉倒吧你！哼，开玩笑，最好是把你们批发的花儿都浇浇水吧，你没看到都淹了吗？用源不多，废话倒是不少啊。罗子家样样都好，你们木牛年比不过。哼，我们这边才是最帅的，好吧？比你们优秀的多。人家都有什么粉丝团、啦啦队的，你一个粉丝都没有，太可怜了。我给你带点吃的吧。还是你懂我。对了，你那油头粉面的搭档呢？我给他也带了一份，按理又最强塑料，挺不容易的。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他还没来，所以呢，这些就全部归我了。吃啊，我不用了，我给你长身体，多吃点。这次的敌是在彼得。就你这样花挥我的人，你走错了。我们在这边呢，
你这小身板站在这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你敢不会真的想亲吃对吧、哎、看不出来啊。哎干嘛？哦，你要大事了。对对对，那东西我都是我忘了。没关系，你先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舒墨说你们俩认识啊。嗯嗯。你这袋吃的是给他拿的吧？对。啊，真兄弟啊！行吧，我先帮你拿过去哈，你慢慢来。哎，你别走呀！干嘛呢？又不是女高中生，上厕所还手拉手。出来。这么难看，我真的好紧张，我真的停不下来了，我太紧张了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谢谢谢谢。不，哎，不是，他几点了？我要回家，怎么还不来啊？他不会不来了吧？别自己吓自己，放松点啊，没关系的。嗯嗯，罗西怎么也不来啊？对哦。这是他买给你的，刚刚我在厕所碰到他，不然我去叫他。啊，不要！嗯，我这就去绑了记者会，我去叫他。哎，你去，你今晚去吗？你该不会真的要拉肚子了吧？啊，快去快去快去！这叫什么？还来啊？都已经帮我们半天了，马上开始了。哎呀，我厕所都没上呢，我厕所都没挤进去呢。那怎么办？憋得住吗？要不弃权算了？弃权？不可能！我杨初墨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这两个字。可现在罗子佳还没来呢。什么？他怎么还没来呀、啊？谁说没来啊？怎么生病了？啊，女生还知道关心我。我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你这也来太晚了吧？你还凶我？昨天晚上我那个不是，都是你这么说主意。什么？杨春墨，你有没有点良心啊你？这么说。
Xingchen音乐学院第24届校园钢琴比赛双人组正式开始，有请第一组参赛选手杨初墨、罗子佳。怎么样，今天只来了一小半粉丝，还行吧？你吹牛之前呢，先把你的皮皮擦一下。有吗？走能坚持得住吗？勉强吧，你呢？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没事。我们俩现在这个状态，能行吗？尽量少谈错。加油！加油！平时这里都会弹错的，今天怎么弹对了？还是我罗某人教导有方吗？我再好好表现一下，说不定还有的可比。下面有请双人组最后一组参赛选手穆流年、莫已然。
星辰音乐学院第24届校园钢琴比赛，慕流年和莫已然以大比分摘得冠军，恭喜二位！哟，这有了好搭档就是不一样啊！优秀的人只会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不会把技不如人甩锅给队友。我需要去办一件事，晚点先。什么事情比庆祝还重要？哎，罗欣，你跑哪去了？比赛都结束了。哎呀，我刚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就没去找你。你和杨初墨什么情况？你蹲啊他蹲，都不知道人去跑哪儿了。那你给他打个电话呗。嗯。初墨，你上完厕所没有啊？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倒数第一呢，终于不是你了，第一名呢，又是那个倒胃口的木榴莲，美景。你赶快出来吧，我们今天好好去搓一顿，庆祝你呢，终于摆脱了吊车尾。干嘛？我得回去处理一下，我已经出音乐厅了，改天再庆祝吧。刘平，宁，小芳，开门，开门啊！我知道你在里边呢，快开门，杨太太，秦阿姨。哎呦，默默，你来了，快快开门，你妈肯定在里边呢。阿姨，您先把这个拿着，这是房租。那个，我之前一直忙着比赛的事情，就给忘了，您别介意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街坊邻居这么久了，拖个一时半会儿的没关系的啊。哎呀，还是你好，别上你妈。哟，这不对呀，这只有10000块钱，不就是一个月吗？你妈欠我半年房租呢，不然谁愿意在这大马路上这大呼小叫的？阿姨，您别着急。我进去找我妈问问清楚。快开门！妈，妈，人呢？哎呀，我上楼去看看。哎，默默，哎，来来来来，你看看，这你妈留了字条吧？秦姐，对不起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，请你千万不要为难初末。这你妈真的走了吗？阿姨，你放心。你干什么呀？阿姨，你给我倒把水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就从那边装。秦阿姨，你知道王嘉尔吗？他呀，长得又帅，又会唱歌，还会跳舞。那这就是他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全部是他的限量版海报。哎，还有圣诞版的限量专辑，可贵了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全部一起带走。我真的是不感兴趣。哎呦，这箱子还可以。行，我把箱子拿走了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别动！不许动我的王嘉尔。哟，你在呀？秦阿姨，我就这么跟您说吧，就算是我丢了，只要这些东西还在，他绝对不会跑的。剩了房租什么时候交？不就是要钱吗？我这有。
你参加钢琴比赛就是为了这个。勇气可嘉。哎，穆六年，你弹琴弹得那么好听，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啊？你退学吧。啊？星辰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阿姨开包子铺那么辛苦，你还舍得在星辰烧钱？不如退学，拿学费交房租，好好帮阿姨打理包子铺，等有钱了再重新考也不迟。可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异想天开？昨天不是你说的，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交往吗？你以为你和罗子佳那些小把戏我看不出来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做将计就计吗？所以昨天我比赛之前你去卫生间是故意整我的。楚墨，你的妄想症太严重了，需要治一治。我是慕流年，我赢你需要使用什么伎俩吗？脚踏实地做人吧。这个钱就当我看在老邻居的份上借给你妈妈的，别再想多了啊。好，那我就替我妈妈谢谢你，你说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。那你什么时候你放心，这10000块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。我不缺钱，我问你什么时候退学。我说了我会考虑的。哎，出去吧。哎，我也没说什么。这琴你在哪里买的？给我出去。我问你这琴在哪里买的。哎，楚墨，楚墨，你听我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默默给了10000，再加上这10000，20000块钱，那还有4万呢，什么时候给？秦阿姨，你就再宽限几天吧。不行，今天如果这钱凑不齐，赶紧给我走人。哎，秦姐，那下不为例啊。哎呦呦呦，你拉倒吧，这整条街都知道你们家房租是最难收了。我这不是说你的啊，你这把钱都砸在这上面，哎，你这都多大年纪的人，你害臊吗？还做梦呢，真是。哎，秦阿姨，我保证一定尽快把钱给您凑齐。默默，阿姨知道星辰这个学校非常好，不是一般人都能考进去的，就是因为你们不容易，我才允许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拖欠啊。哎，你说这都拖了半年了，我们也有一家人要吃饭呀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必须得把钱给我凑齐，不然赶紧走人。今天，哎，秦阿姨，你让我一下凑40000块钱，我砸锅卖铁也需要点时间呀。哎，秦阿姨，我们家什么状况你也清楚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哎呀，默默，阿姨看到你的面子上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吧？宽限一天。明天如果钱凑不齐的话，别怪我撕破脸啊！谢谢秦阿姨。默默，妈妈想跟你一起睡。啊，来，妈，你怎么了？
说，这人活着是不是挺累的呀？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哎，你可不许胡思乱想啊！不会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可爱的小哥哥，我还要看他们的演唱会、粉丝会、见面。哎，打住！你要是真有这个钱，能不能先把房租给交了？你说这房租可怎么办呀？上哪儿弄那4万块钱去啊？哎呀，你睡觉吧，这个房租呢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有什么办法呀？总之你别管，抱上你的小哥哥，安心睡觉，我来解决。都要命。